我是不是做唔对啊？我无应该自私想要得到志凯的爱，也毋过我也无想要伊甲吴妹离婚啊！我干那希望会当参照即卖安尼，踮踮啊在伊的身躯边就好啊。 你在哭啥？我无哭。是不是刚刚我拄则伫咧办公室讲的真有道理，所以你才比你才哭？我无哭，我毋知你在讲啥。若兰姐。 你敢知影想做咱自细汉，拢无法度生做伙，因为你永远拢是安尼唯唯诺诺，永远拢是看起来是咧等待王子来解救你的感觉。啊，不过我甲姐妹无共，阮袂假可怜等王子来解救，等人来爱。 老实讲，你就是迄种我真讨厌的查某囡仔，就亲像王天一共款，敢那用目屎来骗查某人。叔叔，我到底是倒位了对你啊？你想做咩的安尼针对我？因为你拢讲袂听啊！有咩到底倒位对你无好？你想做咩孝顺志凯？我。 你莫甲我讲你无，我毋是五妹，什么代志拢会信任你这姐姐。若兰姐，若无安尼啦，你若要归去，直接去甲五妹讲，讲你要孝顺志凯，你要开始抽志凯啊，安尼比你即马伫遐偷偷爱搁较好。你等你办公室。 你敢啥？我袂对你动手。我甲你真正无啥物话通好讲。啊，不过我有。你倒是讲，你即摆对志凯有啥物拍算？你是要甲伊抢过去，还是讲你只不过是日子过了伤过无聊，想要甲伊搞搞暧昧算算的尔？ 难道我有实在真侪富二代会当甲小狐狸啊？那才搞当作是啥物款的？让我这姐姐，所以我才会对你遐尔失望。虽然咱自细汉无生做伙，我嘛真讨厌你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跟你一声若兰姐，想袂到你和我遐尔失望。那恁你敢有想过，五妹偌艰苦？ 我不知道你在讲啥，你敢要搁嫁落去？若兰姐，像像你这种遐尔温吞的查某囡仔，竟然会对志凯特别关心，欢迎眼神遐尔暧昧。<笑>你敢要怎样？你想害我不安分的感情？ 你到底是干？你是不是自己开？是自带礼物不计较，还是自带礼物抹料？什么是自己开？自开是妩媚肮脏，你哪有这个脸？我这有你话说话？我不知啊，你是黑若兰，我不是黑若兰。什么黑若兰？你谁跟我说笑？我是讲真实，你莫搞，我讲你都无想过。 我跟你讲，叔叔，算我拜托你。
莫阁骗我好无？我若是无骗你，你就一错再错。若无你感觉酒醉，你无甲伊切开，你若是不讲，就代表你真正佮意，你真正想要甲伊抢走，你真正有安尼想，对无？我是跟他這樣的嗎？又真的把我憑出來了，不然姐你怎麼會這樣？我也沒想要這樣，但是我懷疑我跟他一開始我已經沒辦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緒了，我也沒想要懷疑他，我的感情你都已經做到這樣，還沒算破壞我无，因阿妈本来就有问题，我的习惯来拢是坏人，伊根本就无爱切开。我知影我妹真艰苦，但不过切开伊嘛无好过啊。所以你就因为安尼，一直留伫咧切开的身躯边，然后他会跟我妹冤家的时阵，去安慰切开。好，刚刚你是做世界上了解的人，对不？还有，你利用志凯对豆豆的父爱，希望伊会当予你加一寡疼痛，对不？啊！刘叔叔，你根本弄不我，你根本弄不我，老公。我哪是你？我就袂去破坏别人的婚姻。搁再讲，全世界查某人遐尔多，你想做要甲家己的小妹抢啊？我姚叔叔搁甲无骗，我嘛袂去抢别人红纱。我去抢红纱，我无。你讲你无抢，也毋过你煞无转去你家大。你讲你袂抢，也毋过你家己开出双入对。你讲你袂抢，你即摆煞要做自家的秘书，你所作所为，拢是你抢啊！马帅，阿妹，我若是认真要骂你，啥物啥物拢袂袂完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莫去甲志凯斗。阿妹，我今日去讲啊遐尼啊侪，相信你应该知影，刷落来你应该安怎做。请你马上离开志凯甲五妹，莫阁利用五妹去接近志凯。要唔阁就算我离开啊？五妹伊嘛来找我，哪里有凊彩编一个理由啊？这对你来讲应该无困难吼。好啊，你若是不肯，那安尼我等去甲阮姨，还佮有四妹阿姨，还佮有全镇头的人讲，讲你最近所作所为，看你要用甚物人面对。你袂当安尼做。安尼做，你想要是伫内底想看卖啊？你到底有偌对不起五妹？